如何让孩子专注于学习，塑造充满乐趣而正向的学习环境，是有效教学的前提。研究指出，教师如果可以为孩子营造没有恐惧、没有过度压力的学习氛围，提供与其能力相称的挑战，让孩子经历主动及有成就感的学习，并给予及时回馈，这些都是让孩子找回专注力的关键。其实这个教育中心的雏形是为了我们家的老二，因为他的绘画天分非常的独特。我想很多家长跟我一样，发现现在的教育体制不能完全满足我们对教育的需求。我觉得每个小孩有不一样的独特的天分，那如果有一个舞台可以让他发挥的话，我觉得对于他们讲有得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。这是一家位于台中独树一格的教育中心，为了从幼稚园到高中的孩子开设全能发展才艺课程，拥有语言、音乐、艺术、运动四大领域，并网罗全台优秀师资，营造舒适、优雅的学习环境，希望能够摆脱传统教育框架，让孩子拥有挥洒的舞台，创造天赋自由。我的英文阅读课是现在目前台湾蛮顶尖的课程，叫 Common Core， 就是一些基本的阅读技巧，比如说 preview， 看书本的封面，我们可以猜出这一本书大概要讲什么。Make connection， 就是想说看自己的个人经验怎么跟小说的人物做一个结合。现在古典音乐只有在亚洲流行，那除非小朋友像周杰伦或王力宏一样，可以达到商业的作曲的一个创作的话，才能够拿到一个比较好的薪资跟安身立命的一个机会这样子。所以我也特别开放了音乐作曲课，创是指创客的部分， maker 用手做的部分将自己的创意给实现出来，艺术的部分我是希望小朋友借由艺术的涵养，心中会柔软有爱，家是我很重视家庭的力量，是这个力量特别把它放进来。2步2步3步。击剑是台湾民众较为陌生的运动项目，但对于培养孩子的品德和专注力有莫大帮助。石主任看到学生运动员每日投入大量时间训练，努力的模样深受感动，因此长期赞助选手比赛经费，并利用课后假日加强学生的外语能力，让他们跃上国际舞台。遇到石爸之后呢，他给孩子们不同的视野，像是国际观，让他们觉得说其实他们可以走得更高，走得更远。有一次因为也是因为一个因缘巧合，然后我们去了日本比赛，那时候我们拿到冠军，那时候日本人他们其实吓一跳，说台湾其实有这么优秀的人，但是如果没有石爸的帮忙的话，其实我们也走不到那个地方去。在还没接触极限之前，我自己是很爱玩，但是接触以后就是训练上时间非常大量，会让我减少玩游戏还有出去玩的时间。石爸帮我上英文课，就是跟学校上的不一样，学校上的比较偏向于无法，但是石爸帮我们上的是那种生活化的，比较常用得到的。因为我英文底子不好，我一开始连 ABCD 都不太会念，然后石爸都没有放弃我们，就很有耐心的一一的教我们，不会说你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到底在干嘛之类的，他就很有耐心，对，很感谢石爸能教我这些英文，让我去出国比赛的时候能一一的使用它。因为西洋击剑其实这是一个很动脑运动，而且还有很需要四肢协调和反应能力的运动，所以其实学西洋击剑的小朋友，他不仅是在思考逻辑方面，还有反应能力，这些就会比一般正常的小朋友还要更快。石主任的他经营的模式，还有他推广的这个热忱，他对教育的热忱，让我觉得对看到西洋击剑有不同的未来。那我借由他们的一个品格力的训练、耐挫力的训练，让他们对于运动学习有更好的一个耐挫性，然后再带到他们课业上的专注跟认真学习。石主任的教育哲学受到了许多家长的认同，逐渐引起广泛回响及关注，而他更期望每一位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，形塑自己无限的未来。其实我把自己期许一个设备相当精良的航空母舰，任何的特色课程、任何的专业师资都可以来这边开办，只要是家长有需要或者学生有需要的话，我们都来开办，让帮助每个小朋友找到他们适合发展的舞台，这才是我最想要完成的一个目标。